Radio Jungle. Audio Jungle. 原标题：泰国购买新型教练机，却选择在台湾加油。或是因为韩国的原因，泰国这个国家利用有利的地理优势，在各国之间都保持着微妙的平衡，和各大国之间没有处于明显对立的，所以也经常有大国喜欢卖给他武器。现在泰国使用的武器里就有来自美国、俄罗斯、中国等的各型装备。其实泰国的经济算不上太好，2016年不过4051亿美元，和我国一个省的水平差不多，但是人口也不多，再加上这些年旅游业的发展，人均 GDP 接近6000美元，也还算不错，购买一些比较先进的装备还是不成问题。近日有媒体报道，泰国购买的金鹰教练机已经有两架完成了交付，过程中路过泰湾，在高雄的一个机场降落进行加油，然后飞到泰国，这个举动让人产生疑惑。从航线上来看，经过大陆不是更方便吗？据悉，泰国总共从韩国购买了12架金鹰教练机，分两批交付，第一批4架，第二批8架，并且泰国现在有继续增加订单的意愿，正在和韩国进行商量。已经交付的两架已经涂上了泰国空军的标记，属于401中队管辖。作为一种出色的教练机，金鹰已经出口到了包括印尼、菲律宾在内的多国，也可以担负作战任务。从现在购买国的回应来看，这款教练机确实性能不错，可以同时具备对地和对空作战的能力，受到多国喜欢。说回这次金鹰路过台湾的事，其实并不需要做太多的猜测，因为韩国与大陆并没有太多的军事联系，经济联系也因为前一段时间的事掉到了低谷，所以选择台湾作为中转也是正常的选择，没有太多别的关联。